先感谢君郎啊 Jackie， 然后把我们这个 speed dating 布置的非常好了。我们今天现场来了100位单身男女啊，我们当时十几年前、13年前第一次呀在这里，当时Shane有没有来啊？哎呀，那你13年还没脱单呢 ？Oh my god， 要加油了！我记得，对，我记得他第一次有来的，是不是？对对，也是在君豪，也是同一个地点，所以因为我们现在 party 这么大呀，只有君豪，君豪非常好，你看多配合，对不对？哇，你看我们，希望我们这里今天有会有单身男女牵手成功。讲两句啦，杰哥啊。预祝梅老师的活动圆满成功。对，谢谢老板。必须圆满成功。对，那我没有做啊，先赶紧脱单了。13年前你在，谢。我下一次不要享受了，等你啊！不要享受了，你啊！你都没有答应我，我怎么说呢？哇，多好啊！这挺好啊，在这里，在这么美妙、这么好的环境里面，是太容易擦出爱的火花。我在这里祝，你今晚的单身男女能。就是牵手成功 ，OK， 牵手成功。好，我知道最后的时候的歌手，能不能上来跟我认识一下？好在。我希望只可以知，想不可尽忘记。对我说浪漫情，多点音乐向他，每朗，固定脉搏，可以吐意音。